现在师父教你小念头。小念头是基本拳，是准确掌握中线距离发力的方法基础。念头是心思想法，从小见大，观微执着，练的时候要专心静心，排除杂念。寻桥，寻找桥手的意思，也是截击敌人进攻的手法，重点是卸力和借力打力，以最直接路线、最快速度消灭敌人的进攻力度。防守要放松，切记不要推底和马步配合，低防守用来防守，这只手要够硬朗，手掌和手臂成一直线，接触到对方后立刻要放松。标指主要是攻击手法，长桥发力，打手削手，削打同时。我这道拳没特定招式，全在于应用时的灵活变化。你要记住这几句口诀和方法：来流去送，脱手直冲，打手削手，追身莫追手。来流去送的意思是不要硬碰，也不斗力，借对方之力加上自己的力顺利拉过来或者推送出去。脱手直冲就是近距离搏击，没有时间思考，要靠直觉，当感觉到对方没有手阻挡时马上冲拳攻击对方。打手削手，削打同时是要以攻为守，攻击是最佳防守。追身莫追手就是抢占中线位，身就是中线位。捻手是这套拳独特的练习方法，它没有固定的形式，最主要是锻炼反应和感觉，抢占位置的优势，在攻守中迫使对手出现空位，掌握快速攻击的机会。所以呢，要勤练，熟悉直觉本能反应，才可以得心应手去发挥。最好呢，是可以跟不同的对手练，适应变化万千的感觉。别闹了，去帮忙。啊！我来。安全第一。哇！爹。哎。还有练两张呗，来。好啊，那你可小心了啊。厉害吧？傻闺女啊，爹让着你呢。我可不让你。切。